我们今天这个超红的，现在史上第一个立院男神单票为。大家好 ，Thank you。我跟你讲，我本人神是那个绳子的神。神哦，什么意思？男神。哦，男神，你现在要立去立法院吼，有什么第一件事要做的？马上转成国语模式。拜我抽抽办公室吧。嗯。那你最想要进哪个委员会？最想要去哪个委员会？其实交通、国防、外交、甲财政，我认为拢真重要啦。第一志愿是啥物？你啊看哦，乌日的高铁伫我的选区。嗯。我的选区有铁机路，有捷运，有飞龙机场。嗯。那你问我第一志愿要为乡亲服务，一定是交通的啊。交通。而且全台湾无人比我更加适合啊！但是这吼，我知影足济。大概政党想的无同啦，就是单看水源啦。但是我要问你，进前你有讲？这个下架吴思怀嘛，那是你可以李焕英都有记得人吴思怀，我记得你前几天访问啊，就说你会试着把他当人看。那如果你遇到他，头一句话你要甲伊讲啥话？你也看吼，其实较早国民党也是讲，应该一般来讲选举的时阵，本区的名单大概较无遐关心嘛。你也看，你讲2016年的时阵，你敢知影民进党前三名是谁？所以本区这道吼，吴思怀叫大家关心是威龙拍。怕出来嘛，怕一个我主张下架吴思怀嘛，所以迄个规个新闻的声量起来了，大家开始关心讨论。那我要做的足简单，我要把吴怡农甲洪慈庸的份爱起来，伫军事的这个相关的讨论话的时阵，伊就吴思怀出席的场合，我来开直播来看伊有作陷无？啊，伊若作正常，当然咱就袂遐批评嘛。啊，伊若作陷的时阵，是全台湾人民拢看会到的，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。会当制作舆论的方式。啊，那是输底下拄着，比如讲你即马甲我拄着，啊，输底下拄着拢足正常啊，两粒目睭，两粒目睭，一个鼻仔会食饭啊，这种大家拢同款啊。啊，挨啥子要挨啥子啊？总要打个招呼嘛。我唔知，同志。但是我现在有很好奇，想要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成功让海线第一男子严宽恒失业，但你即马讲有新头路，可能要去接副市长。你感觉这头路敢好？无啦，咱选举的时阵讲吼，支持单票位就是吼，严宽很自由啦。系啊，伊即马自由。伊即马当然，但是佮要硬头路安尼。无啦，伊刷了要创啥，当然就是伊的自由啊。只是佮不，只是讲如果若是我是伊的话吼，我有可能会去钓鱼啊、掠鱼啊、抬鱼啊，系啦，就放假一阵嘛。系啊，放一阵啊假的，卖赶紧要上班。但是他如果以后当副市长，假设啦，然后。你一定势必又会跟他遇到，一定会有合作嘛？不，我跟他在选举的过程嘛，没什么冲突的。对，我想知道你跟他悄悄话到底讲什么？你刚不是给他一个爱的抱抱？没啦，到底讲啥？咱正手握的嘛，啊，像巴蒂巴蒂安尼，互相加油一下，安尼尔，没特别讲啥。没吗？我是讲哥，加油。但是你就避免，你就跟他。没啦，伊无避免，我用伊做红灯。我讲避免是那样。因为来拄着你安尼，迄种避免。我先交的啦，我先交的，我已经扫了要出来啊！伊打你牌，我等于行到底，搁转去啊！啊，伊打你牌安尼尔。哦。嘿，啊，通常哦，迄、那个两军对峙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卖骨手的生活。对啊。等下看到代表会，咱来讲，咱观众当选就伊迄个对峙的气氛足紧张嘛。啊，阮这边的嘛，亲像要看要看，我讲卖看卖看。啊，手阿个。两军好。头一个讲哥，加油啊！安尼啊。你叫伊哥哦，我叫伊哥啊。而且妈妈叫伊哥吗？我拢叫伊哥啊，伊都熟悉。阿姨叫你啥？不会，我个甲大家讲一个秘密，大家可能唔知。好，我想要知。我有一届因为迄个黑鹰事件啊，冤案是证件发表，啊，迄个时阵讲全部暂停活动，但是证件发表无底下客户要去，所以我就打电话，我就甲这个蔡其昌副院长特、严宽恒立法委员的电话，啊，这个副院长伊就发一支电话，我甲卡伊喂。这个哥嘛，宽宏啊，委婉，不是这当属电话电话，打到严钦彪的电话。然后呢？我就很紧张，然后就跟他说不好意思，可以给我宽宏哥哥的电话。结果呢？就安尼，天哪！啊，队友就安尼结束啊？没有，因为证件发表蛮重要的嘛。啊，后来双方就是还是就我是打电话跟他讲说我们同进同出啦。如果哪因为这个黑鹰事件不被起啊，你不被起我都不起啊，卖讲有一个起一个不起安尼。啊，最后决定为着对选民负责，咱嘛是讲这個，当这拢有去啊。既然你拄啊讲到吴怡农，今日有一个网友啊，就 po 一个文章，就写说他想要拿那个
他就想说谁有陈柏惟的旗子，然后他要拿吴怡农的跟他换，表示你现在人气很旺。然后我刚刚又看到说你是昨天去拜票，今天去拜票，台下女粉丝疯狂，然后大叫陈太太，没有，刚不就这女粉丝跟你示爱啊？不啦，你的人口比例来讲，我想都有了，男生女生都有了。女粉丝多吗？那女朋友生气吗？不会，这男神啊呢？女朋友的情绪一直都很稳定。你第一时间有打电话跟他，就是他有跟你庆祝，或者是你们有做什么庆祝吗？不能跟你讲。不是啦，没有跟我讲，你跟大家讲。不是，这个可以剪掉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啊，他在现场啊，开票在现场。还是他第一时间有跟你讲什么？就说啊，开票，开票宣布，因为开票的情况是对方是。你们底下的对哦，大家拢知影是你的女朋友吗？唔知啦，不。你就混在人群当中啊。是宽宏啊，先宣布落选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我才宣布当选的嘛。是啊。啊，我宣布当选的时候，等于是去用 A 去哩，全台湾拢在讲你当时要出来，人都已经宣布败选啦，你阁唔出来安尼啊？对啊。所以大家人期待我去哩，啊去哩了后答应大家翕相，翕了较结束，结果底下翕四点外钟。真的。到十一点外较，到差不多七点外宣布嘛，到十一点外较有法度落来教，女朋友讲恭喜哦。你甲伊讲恭喜，还是伊甲你讲恭喜？2017年的时阵，我讲，我想要来做政治工作。嗯，啊、你做里长无甘好，里长里长无听会足老呢。我讲啊无，无我去选议员，安尼你改做议员夫人，哎、啊，就笑笑嘿啊。结果议员无对，所以即马变委员夫人。我看伊足委屈的，我来讲。有吗？应该就欢喜吧。没有啦，不啦，这无这讲是讲笑的委员夫人，但伊是伊的个体啦。嘿啦，阿姨嘛是为家己的生活过，安尼 OK 啊，做轻松自然。你即马唔是在要化工要搁罢免韩国瑜有无？支持，但是即马、啊、有一种情绪是头一个啊，韩粉冻袂掉，韩粉就崩溃，然后很多的韩粉的爸妈，就爸妈是韩粉的小孩，然后就在网络上面写说怎么办？我爸妈在我投票隔一天就说把我的床要卖掉了。那个只是其中之一，意思是说世代的代沟很大。那如果你要呼吁一下，你要跟韩粉讲什么话，或者是韩粉的爸妈，就是那种你知道，较老一辈的那种人，爱迪支持韩国瑜，啊，现在韩国瑜都算，搁要恐罢免，冻袂掉那种人。其实亲情永远比选举较重要啦。我就常讲，我妈妈是外省二代嘛，伊也是为杭州过来的，啊，外公是这个上海的地主嘛。那对着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台湾、嗯，啊，生我妈妈来了后，我讲，伊一世人拢是当国民党甲亲民党的，系啊，啊，但是因为吼，咱的亲情的关系真好、嗯，啊，所以因为我的参选，阮、哦、我变作台独的工作者嘛，所以其实真的啦，这就是爸仔囝的关系先保持啦，嗯、啊，你爱去讲讲你是安那要去做这件代志、嗯，那我想你靠我都影响人，你若见面就要、嗯、我要把你的床卖掉。啊，这一起传简讯，哎，爸妈传来吼，伊讲你免回来啊，我给你传麦掉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啊，你一定是维持关系，靠我都影响手牵咧，啊，用电钓开通电嘛。嗯，对啦，啊，你啊放手就无影响力啊。所以爱放更少年，卖讲这我感觉卖讲世代差距啊。嗯，但是家庭吼，大家人拢伫社会顶讲影响力，伫工作上，伫社会上，伫家庭上，嗯，你拢有你的影响力啊，保持迄个影响力啊。在对的时阵来影响其他的人，啊，无必要到这样时，来做到这个家庭失和，我感觉安尼听起来是真可惜，真可惜。那你觉得小孩要跨出第一步吗？打电话回去，你会老，我会大啦。嗯、所以我意思，囡仔应该本来就会慢慢来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嘛。是啊。所以你先主动来释放善意，这拢是好代志。好，啊，你后摆会用台语咨询吗？会啦，一定的啊。真的吗？一定的，你也看我跟你讲好，你就已经很欢喜了，表示大家总，大家拢足期待，一定的，一定用台语的，完全用台语。系啊，啊时到接顺的时候，佮大家报告吼，用网络直播，佮大家报告讲，来，会当用台语回答的部会首长吼，咱佮加分，对不对？评鉴加分的对啊。对不对？官网开始用台语，系啊，佮兼上课，袂歹呢。对啊。那是你感觉谢龙姐台语上较好？爱讲台语拢是好代志啦。伊的台语吼，因为我听人讲，我不确定，你会当去问伊啊。伊是有扎一本台语俗语的册。你有遇过他吗？听人讲的，我无拄着。哦。啊，迄本俗语的册摕出来吼，现看今仔日什么新闻事件？夜晚的果子未甜，夜出的新娘未爱你。啊，那个就有一点表演的，平时阿袂安尼讲话嘛。
对啊，所以愿意讲台语拢是好代志啊。哎呦，袂歹哦，好。啊，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最想跟支持者讲什么话 ？Thank you, I love you。就安尼哦。无啦，我想吼，这道的选举的过程吼，咱会当讲是拍出一支袂歹看的电影。因为大选是骑兵，对啊。啊，这个电影吼，嘛受到市场的欢迎，啊，大家来投票，来这个买这个电影票，买这个买单就对啦。所以咱这道赢嘛，但是首部曲拍了吼，通常上个惊的就是二部曲。对于续集的期待太高了吼，啊，所以当然继续经营这做重要的代志。但是伫这个首部曲的故事，甲大家讲哦，啊，你只要热情，吼，有勇气，啊，你拍拼，嗯，哦，啊，而且这个故事看了会感动，表示讲一个四百公斤无人知影的无名小卒，啊，也当去挣到海山的立法委员，那呢，这个世间应该无什么代志会当困难得咱的，所以只要咱愿意用热情、勇敢、拍拼的心情来看待每一项代志，我想台湾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好，啊，所以困难嘛来化解。那用这个心情来影响到，包括这个政治、包括社会工作、包括家庭的感情，我想拢是好代志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这真的最后一个问题，因为今天有在吵一个说国民党要改革嘛，对不对？中国国民党有人讲中国这两字爱提掉，你感觉国民党爱改名吗？无啦，你若吼，你若歹人改名，伊嘛是歹人。啊，所以重点吼，全世界的宗教吼，你讲天堂甲地狱的时阵，讲人若要上天堂哦，上个基础爱做一件代志，就是爱上圣的方式，就是天主教，你嘛爱去甲这个牧师啊呐。去这个各界啊，告诫啦，啊，所以你国民党伊的转型改革哦，你是真正检讨内心做唔对的代志，唔是改名这种表面性的啦。啊，要改多一个？我认为伊对着台湾的这个情感，伊对着台湾历史吼过去，包括伫政治斗争内底的扭曲抹黑，那我想这拢要提出来道歉，包括着这个台的选举，我哪里怕什么？明明是能源的导向，恁也要拍这个综合议题，对啊，还是讲交通的部分，大家作期待台中高雄的这份，结果这个卢市长跟韩市长就恁的暂停，所以这拢无符合着台湾进步的一个环境啊，那这样的物件要回正常化，爱为讲老实话开始，先会用讲老实话，较有法度来做着好的政治人物的，这就重要，讲老实话，感谢片尾。感谢 ，Thank you，I love you。希望以后在立法院有精彩表现，用台语接顺，感谢你。Thank you， 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就是爱客数，新年快乐。